婚这件事情，有大家就出来嘲笑说，哎，你当初不是说结婚的是笨蛋吗？那你有自己找一个说法说服自己说，哎，其实我愿意结婚了。就是因为我对婚姻其实之前是还蛮害怕，但是我觉得在这七年时间，它有让我对很多事情的恐惧感就越来越少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如果这辈子要结婚的话，那他会是最好的选择。嗯，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们会结婚的原因，是因为陆嘉怡在考虑要不要有小孩这件事。所以要不要有小孩，也是有什么事情影响到他？陆嘉怡现在是，我很惊讶。这些朋友是怎么回事啊？胡说八道！我很惊讶，这连标题就会写出。我刚才觉得发现陆嘉怡不愿意再转过来面对我。等下，陆嘉怡，你有说你不能在外面有对老公不礼貌的言语吗？就是尽量，因为他很爱面子，就是比如说，就是在同事面前啊，或是所以今天聊昵称这件事会惹到他，对不对？都已经讲，还好吧，应该整个一个礼拜吧。那你会不会跟他一起看他制作的节目，然后说我不觉得这好看，然后会，你可以讲这种话吗？对，然后他觉得我是反市场指标，因为他每次都觉得说你觉得好看吗？我说今天好好看哦，然后他就会说啊完蛋了，他就很紧张。所以你还是可以讲真心话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会跟他讨论，然后比如说对于工作上，他会给我很多意见，这样子。七年当中，有没有人会多事的跑来跟你暗示说，他最近跟哪个正妹走得比较近，会让你担心说这个制作人太受欢迎了这些事？没有喂，所以你都不用防他说他跟哪个女来宾可能会有火花什么的。不会，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最让我觉得很舒服的就是他。真的从来没有让我担心过，包括去南京的一年，通常大家会说啊，其实不在身边比较容易担心胡思乱想，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已经做到让我完全是放心。然后我觉得反而是这些年时间，我比较多的时间可以放在工作上，因为我根本就是很放心。所以你身边这些女性好友们是当初是觉得他信用没有这么好，是不是？我知道他们的时候就已经在一起了，然后我一直都还蛮看好他们的，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非常非常的互补。嗯，因为他有的时候就很不稳定，但他真的可以就是安定他。嗯，对啊，你说女生比较不稳定，对，所以没有人觉得小汤是花的这种。没有哎，他真的不会，所以他只是被他的外形给对陷害了。哦，没有，其实我们做这个没什么人，他真的不会。没有，第一个，比如说我工作的时候，我不太敢跟女生多讲话。是哦，就是如果是在。比如说录我的节目，因为我很怕人家会觉得是有什么别的目的或什么的。那私底下当然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场合应酬或什么的，还是会遇到女生，但没什么人要理我。可是多少是没有每年会跟你说他们希望能够怎么样，然后有那个同性的反而对我比较好。真的，是希望借此上节目吗？没有，不是希望，就是喜欢你，对，会比较对我们讲。你们两个很维护对方的隐私吗？就是完全不碰对方的手机啊，什么这些事？哦，完全不碰嘛。对，所以就是完全的信任。对，陆嘉怡，你们的婚纱照是传统风格？传统，我们就拍一套，因为我们就很怕麻烦。可是你不是说有露下半身的吗？因为我说他们一直号称自己是 rocker， 怎么可能拍一般传统的婚纱照？所以如果婚纱照惹火我们的话怎么办？那就要现场，你知道，嘴碰嘴。是因为还没有硬气，觉得自己是 rocker， 然后就没有说我是 rocker 啊。因为你怎么允许自己会拍一般的婚纱照呢？因为我觉得他就是要拍个经典的，然后可以应付各种需求。对，然后一辈子就可能20年后拿开来看，还是不会觉得太突兀。你们不会还跟我对看吧？一定要啊！对，你在看其他女明星的婚纱照，跟她老公对看的时候，你没有翻白眼？没有，我都觉得好幸福。你跟麦克的婚纱照没有对看？我本来就是很支持这样的活动啊！我从来就没说过我是 rocker 啊，不对看要看哪？因为你不能让两个人更看一看。你们现在还会拿出来看？我老公有把我们的婚纱照放在我们其中一个房间的天花板，做成一圈。天花板？啊，一圈啊！哇，就是那个天花板是凸进去，然后有一个洞，然后那个洞旁边都是我们俩的婚纱照，所以时不时就会走过去看哦。是，就像那个
敦煌石窟，还放婚纱照。哦，这不传统，这不是还蛮可爱的、啊，很可爱。就是我们拍的时候，其实一直在玩，然后就一直不停的大笑，所以最后选的都是一些在笑的。陆嘉怡选的是复古的婚纱，对，我觉得美，我的婚纱超美。对我想要有那种很复古、古典蕾丝的。嗯，所以婚礼当天会真的是这一套吗？不是这一套，因为这一套它是马甲，其实不太好做。这个也是蛮不是一般的，蛮不像一般的。小汤有点像企业家哎，伟人，伟人，像董事长，还有大企业家。好奇怪的形容词，哦，这也蛮可爱。这张我是我最喜欢的，因为那时候他就是一直想要闹我，因为他不知道做什么动作，他就要戳我鼻孔，然后我又不让他戳，然后好像后来不小心被他戳到，然后就笑得很开心。这张很可爱，这张也好好看，这张好看，很有感觉。这张他的意思是说，就是我是幕前的人，所以我在前面，他是幕后，躲在后面。可爱。这张的动作我不懂哎，如果现场不看到，我看不懂这个动作。这好像是在咬他肩膀吗？我不明白啊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理解这个动作哎。哎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应该是不知道要做什么动作做出的。我跟是需要近距离看到才知道这动作的意思。对啊，你到底在咬他什么啊？是吸血鬼吗？嗯。忘记了，没关系，我帮助你们恢复。没有，那应该是觉得他的肩膀很漂亮。哪里啊？肩膀哪里？对。